那你要四年后才能享受那个快毕业的感觉。不对，你天天都在享受。我是没有读大学啊，所以，嗯，能分享啥？那好东西。我每次看广告都安静。哇！他又给我水使者，又给我电使者。哇塞！那你要转移使者哎、欸？对啊，你是召唤大师哎、欸。可是我出门没有带使者啊，他在关卡里面一直给我哎、欸。一个都那么烂。靠使者打就好啦，可是使者打 BOSS 应该不好打吧？好爽哦，蛮爽的哎、欸！我正在欺负冰冰的。哇！啊，被打死了。无伤啊！这啥？咻！哦，YT 广告很恐怖，是什么恐怖啊？怎么有恐怖法？对啊，YT 广告。怎么很多很傻眼？那啥？哦。我需要天平，我需要天平，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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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为什么会回血？哦，吸血鬼啊！我真的变召唤流了。你怎样可以召唤很多小伙伴吗？不是有一个招式是他在地上丢几个冰块，然后去追踪。嗯。我打完 BOSS 之后，他给我这个。哦，太爽了吧！然后我旁边又有雷精灵跟水精灵。不要！怎么每次都在这里？我瞬间变召唤流。感谢小七，感谢小七，感谢云小七点。
我也可以了。干225，你也变召唤流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再给我几秒钟的时间，再给我一点钱的时间。有点穷。225，225，啥？真金石，大安年，尖锐的笔杆。哎，尖锐笔杆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我找尖锐，尖锐增加伤害，但你无法使用奥数特殊法冲啊，没关系啊。加你的伤害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召唤流啊，这样。来吧，哎，好像开过。哇，这两个商店是什么意思？很近吗？就在隔壁。好邻居。好邻居嘞。富翁绿地，破坏是什么？哇，有地图哎。我不用走。地图长什么样子啊？长地图样子。藏宝图。也是啦哦。有画个叉叉。哦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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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喽！高火焰勋章啊！我在冰冻里了。去买另外一个召唤物。哎，他一次只能召唤一种吧？两种都可以同时叫出来啊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哎呦，那这样我跳一下。哇，好爽哦！我也是啊。哇，好多小伙伴啊！小伙伴的哟，再改再来。雷精灵一开始是招两只哎，风精应该是招三只哦。哇！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我有风哎，可恶！你应该带风的，带风的话就一次招更多了。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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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你只有一只哦？哪一个？你啊？你说招什么？雷精灵我是两只啊，水精灵一只。哦，你没有输啊。嗯。哇！解析眼镜，暴击眼镜，哇！我的暴击力越来越高了，我要狂回血啦！等一下好了，嗯嗯。用廉价劳工来破台，欸，他不廉价哦，他是比他是增强过后的劳工，欸，强力劳工，对啊，人家是学徒，他已经是师傅了，欸，好混乱的画面。所以影院你也是吗？我两只精灵画面就已经很乱了。哇，这边有一个宝箱是水、风、火、土三个属性才能开，真巧哦。那真的是很机车哎啊！你那个光的范围那是什么啊？一个叫做什么冰霜莲花，就在范围有几率让怪
那个冰洞。哦。啊！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火石的，就是附近会有三团火。嗯哼。哇，掉下去！掉！没钱，哎，穷穷，没钱给薪水了。啊，那遭压榨了，真的。比廉价的劳工，他们是领时薪的呢，啊，领月日薪的呢。有图腾呢！天哪、啊，你可以当阿满图腾的打法，放了就跑。Hello，Hello， 就活动时间。要啦！我可能只有一杯真奶，布丁奶茶、啊。当然要喝高级一点的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好，加温加温。啊、哦！我中奖，我中奖，我中招，我中招了！哦，我的老公马上被火灭光了，一个烧就不见了。对，老公撑住啊！哦，老板要死了，老板要死了，老板要死了，老板要嗝屁啦！老板嗝屁就没钱领啦、啊，保护好老板啊！嘻嘻呀、啊，哎、欸，
赢了。赢了吗？赢了。看这个、啊，水精灵强化，水狮子强化，看一下。哇，你为什么你都拿得到啊？我不知道，他这次就是要给我召唤流，然后旁边还有地使者。天哪、啊！强化水，我要不要买地呀、啊？地的话，它是用撞的，它是冲进去用撞的。这样子，我就三个普通技能都是使者了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买了、欸。对啊，那这样子最多带三个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使者没有可以放在圈的位置的。没有。哇，那我开场就丢三个使者出去给他们去打。使者用使者打的方式。那你瞧瞧什么叫使者流。然后使者放光之后我就死了。场面超混乱，等一下，等我死者CD好，等一下，好了，可以打，唱歌是地方。哇，现在修回回来了，打眼，打眼，哈哈 ，CD 减半来喽！哇 ，CD 减半，那死者就可以一直丢了、欸。死者好像没变哎、欸，死者不会变吗？哦，带错了吗？准确时间减半啊！你一个使者 CD 多少？你很短啊！你第一个使者还没接触哎、欸，第二个使者就可以放啊！哦，行，有啊，那可以。来啦，要么就死，要么就活。火使者增强，哦，单攻击变低，用，你看哈，他要风的、水的、雷的、火的，我第一次看到四个属性的箱子、欸，哎，四个属性的箱子好猛啊！你里面能干？可是我能打的，一个是火的。一个是瞬移是水的，再加上我的是那个混沌的，不过去了，那个该死的跑酷，要死了！爸，你没什么机会了。老板破产啦，劳工加倍啊，廉价劳工使出被压榨的愤怒，被黑心老板压榨已久的愤怒冲击敌人，然后打爆敌人。你在说什么？观众讲的。那应该是员工会投诉老板啊，有没有？跑去哦，苹果
不是苹果，对不起，某水果。你要直接讲出来了，直接讲了，不小心就讲出来了啊！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叫谍报面具。哦，找到谍报面具了。可是那个能做什么？它就是让你暴死暴击，哎、欸，你只要闪成功闪避，几秒内技能全部暴击。哦。啊！掉下去！啊！掉下去！那、哎、呀，可是回血就加能量。召唤流再加一个会自动冰冷的小精灵。哒哒！我知道啊，那两个有 bug 啊，可是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有那个啊。游戏多少？279嘛，还278？忘记了。嗯，反正300有找。没有朋友的话，可以买来跟女朋友玩哦，保证打架哦。没有女朋友的，可以买来跟好基友玩哦。我就把死者丢出去，然后我就只能绕圈圈了。哦，要吸血鬼眼镜啊！给我眼镜，给我眼镜。哇塞，他冰冻跟水的伤害是分的。是分开啊，对，它冰跟水的伤害是分开，所以你在冰冻四张，你有水流的不算是不会加攻击。啊，最后希望没有。没有。它冰跟水的攻击伤，就不会加在一起。哦、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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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打架 啊！你又不买，整天约战，整天只会在基隆约战。打架，打起来！哎呀，
我现在才发现有人自拖哎、欸，我为什么要那么早买那个药水？你又知道我没买了啊？我没你好友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？请假劳工保佑我，伪王了，不是伪王、啊，第三王了。太痛了吧！飞机武装，哇，痛，直接秒哦！对啊，一颗柱子撞上来60滴血，看一下哦，旋风石，一只哎。对，戴吸血鬼眼镜还比较好吧？戴吸血鬼眼镜，我觉得配死者还不错。对啊，因为等于你是两个人在帮你打、啊，然后你的回血就是两倍数啊。还不加、啊？哦哟，你在凶啊！凶啊，凶爸爸！吸血鬼加雷死者，真的假吗？我玩看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。好、哦。我的血基本上都是靠死者回血。因为我没雷死者哎、欸，见鬼了，去买。刷一只啊。哎呀，秒刷，马上中有没有？没有。电击巨刃。可以换暴击吗？啊，这套有暴击啊，增加暴击伤害跟暴击率，这个吗？还是你是说要这个紫色的？暴击，对啊，我身上这套有暴击啊，黄色最高12%，哎、欸，哪里有血啊？那么猛，增加命维持暴击伤害，所以我要锁血。其他几件都不高，好了解，感谢。有没有听到？要就穿黄色是吧？对。对啊，如果那个真的成暴击的话，就穿黄色。只有七个火焰奥数伤害提升，所有奥数都目标点燃。哇哦！哎，那杰瑞，如果你要玩火焰的话，尼夫的红宝石、就是啊，可是就是那个拿不到啊。买呀、啊，直接买呀、啊。要一直买吧。对啊，我有啊。好猛啊 ！Vicky 说的啊，彩虹独角兽的尾巴，可爱的尾巴，让我开台动力的尾巴，到底有没有买到啊？没有。外卖盒子，这个吧。欸，治疗会增加护盾，使你生命满生命情况下，过量治疗会变成一个护盾，护盾相当于过量治疗的一半。哦，所以你补两滴血，给你一护盾。嗯。
我也没有。雷精灵在抓雷使者啊、哦！在抓雷精灵，对，雷使者。大小。